好，各位同仁，恕李秘书长，还有各级处所长哦，大家早哈。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审查我们基隆市的各项提案，还有包括去年度104年度的总决算。那么我们今天先从决算来开始审哦。那请各位同仁翻开。第二审查会第一案，不会，好，没关系。好，请秘书先念一遍。第二审查会第一案，提案人基隆市政府，案由谨送本市104年度总决算暨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括弧营业基金及非营业基金，请审议。好，没问题了哈，我们先审104年度的决算哈，跟附属单位的决算总计表哈。好，没问题哈，那我们就开始审。那我们请警察局，我们王局长、消防局唐局长，还有第一排，我们先请文化局、环保局，你们先休息一下哈。好，我们请审计师。周主任坐。好，我们现在列席的是我们审计部台湾省基隆市审计室。那我们请周主任，周主任可以不可以介绍你们属下同仁，跟我们同仁认识一下？是，在我左手边第一位是那个简良珍简科长，那第二位是杨日佳杨科长，那第三位是黄俊才黄科长。第四位是陈金菊陈审计。好，谢谢我们周主任。好，各位同仁，我们先请我们翻开这个，各位桌上都有这小本的哦，基隆市总决算审核报告小本的比较薄的这一本。那我们请周主任来跟我们报告一下哦。今天贵议会安排审议审核报告，首先要感谢贵议会长期以来对本市的支持与鼓励，兹将本市审核总决算情形扼要报告如次：一、总预算执行之审核。那本年度基隆市总决算审核结果，税入决算修正减列236万余元，审定为167亿9千余万元。税收决算修正减列283万余元，审定为160亿1千余万元。那税入税出相抵剩余7亿8千余万元，连同债务举借26亿2千余万元，合计有34亿1千余万元。那经偿还债务34亿2千余万元后，既有收支短处1323万余元。那自将本年度税入税出预算执行之审核结果说明如次：一、税入税出决算审定数与预算数字比较。本年度
税入决算审定总额是167亿余元，较预算数180亿余元短收12亿余元。那主要是因为景气欠佳，房地产交易减少，以至于土地增值税短收以及土地标售收入较预计减少。再来，本年度税入决算之应收保留数有2亿2000余万元，那占税入预算数1.22%。那主要是雨水下水道第一期治理工程等中央补助计划一执行进度拨款，以及已查征尚未收征的地价税、房屋税及使用牌照税等，需保留转入下年度继续执行。那税出决算审定总额是160亿余元。较预算172亿余元减少12亿余元，那主要系各机关及统筹支拨科目按业务实际需要减少支付，实际禁用员额较少之人事费剩余，以及收支并列预算收入未达而减之。那本年度税出决算应付保留数有13亿9000余万元，那占税出预算数8.10%，主要系部分计划尚在规划设计或变更设计，或仍在施工中，或尚未检具捷报，或合约工期跨年度，需保留继续执行。那二，税入税出与收支之平衡。本年度经常收支相抵剩余有35亿余元，资本收支相抵短处27亿余元。那就整体收支而言，经常收入足以支应经常支出，即经常支收支剩余经移充资本收支短处后，尚有剩余7亿余元，已连续4年产生剩余，而且金额较103年度增加7亿7000余万元，显示财政状况已较往年改善。但为截至本年度止，基隆市一年以上公共债务未偿余额比率高达45.03%，已超过公共债务法第5条规定举债上限的90%，而且向专户及基金调借款项增加到11亿余元，那债务负担仍属沉重。那允宜根据推动开源节流措施等各项财政精进作为，强化债务管理，必能兼顾政府财政长期稳健与市政建设永续发展。那自将年来本市审核基隆市总预算之执行所提重要审核意见，则要列述如次：第一，基隆市本年度自筹财源决算审定数占税入决算审定数之比率，较103年度下降4.88%，且金额亦较103年度大幅减少7亿7000余万元。自筹财源成长受限，而且动产售价预算有短收高达5亿5000余万元。那予以积极研谋开源善策，并核实编列预算。第二，基隆市近5年度教育、科学、文化及社会福利等属义务性及强制性支出有逐渐增加、逐渐成长，而与地方建设及发展攸关的经济发展支出却呈现减少趋势，至本年度仅有23亿2000余万元，较100年度减少幅度高达40.14%，恐排挤公共建设之推动。那允宜积极研谋善策，以有效提升地方发展竞争力。第三，基隆市本年度税出应付保留数之金额及比率均较103年度减少，为资本门保留金额及比率仍居高不下，而且仍有余限保留案件久悬未结的情形，显示经费保留审查作业尚欠核实。允宜研议强化审查作业，并加强计划执行。第四，本年度行政财阀案件仍待催缴处理者，计有845万余元；待移送强制执行者，计有717万余元。那至于以前年度转入案件期末尚未清理者，也有2亿余元，占转入数的90%以上，显示应收行政罚锾清理绩效欠佳。允应督促积极办理，以提升收缴成效。第五，近5年度地方税实征数占开征数总额比率皆达80%，为旧欠征起率则略有下降，
而且缴款书未合法送达情形仍多，允待再加强欠税清理，以维护政府税收及课税公平。二，施政计划实施之考核。本年度基隆市各主管机关既有公务机关23个，依照年度施政重点及地方预算筹编原则与直辖市县市地方总预算编制要点，编定税出施政计划有262项，已完成者有182项，尚在执行者有80项。那自将年来本市审核市政府各主管机关施政计划实施情形所提重要审核意见，摘要列述如此：第一，本年度列管重要市政计划计有111项，预算金额109亿余元，执行结果尚未完成者有78项，其中较预定进度落后者仍有38项，预算金额合计57亿余元。那显示部分施政计划未能如期达成计划效益，允应检讨落后原因并加强执行，以有效达成计划执行成效。第二，新建基隆市和平岛污水处理厂，其能改善环境卫生，但是在规划营运及管理维护方面，经查核发现污水处理厂有高估污水进水量情势，有待核实评估污水处理厂第二期工程新建的必要性。另外，因为用户接管率偏低，造成污水量长期不足，主要污水处理设施及设备长期低度使用，那而且一直到104年底，污水处理厂仍然无法取得使用执照，却持续开放公外供各界入园参观，恐有安全余力等情势，允应紧速检讨改善。第三，委托厂商办理建筑物升降设备及机械停车设备之检查业务，经查核发现未能全面掌控辖内现有升降设备建置之时间及地点等资料，以至于无法验证委托检查单位报送资料的完整性等情势，那允应检讨研谋改进。第四，建构评价及友善之公共托育环境，以减轻家长经济负担，为委托经营及督导欠周延，允应再检讨加强管理。第五，警察局于辖内有设置固定式闯红灯及测速自动照相设备，计有59杆，那其中仅有17杆，大约接近30%的设备能发挥照相局发案件的功能，也就是有将近70%的设备未能充分发挥使用效能，那允应再检讨改善。第六，卫生局为了确保消费者饮食安全，积极办理食品安全卫生检查作业，但是检查结果食品业者未落实自主管理比率达60%，较前2年度不合格率明显增加，允应加强辅导并健全管理。第七，环保局推动垃圾分类及资源回收再利用政策，那但是本市本年度每人每日垃圾产生量高于全国平均数，而且垃圾回收率仍不及全国，允宜参考邻近台北市及新北市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措施之推动成效，加强检讨本市推动垃圾源头减量，以及研谋强化各项回收措施，以增进回收成效。三，政府资产负债之查核。本年度基隆市总决算平衡表经本市审核修正收支决算调整有关各项数额后，104年12月31日之资产总额为31亿1000余万元。负债总额为67亿8000余万元，资产负债相抵，即列有短处36亿6000余万元。另未列入平衡表之举借债务余额及各界关注之政府潜藏负债或有负债等事项如次：在举借债务余额方面，市府一年以上公共债务未偿余额决算审定数为88亿余元，以及未满一年之举借债务16亿元，
合计104亿元，在潜藏负债及调借款等款项方面，有积欠应付应行负担退休公教人员优惠存款差额利息，预计造成未来负担之就职公务人员及教育人员退休经费合计有541亿余元。那另外像特定用途专户存款及基金调借资金，也有10亿余元。另外在依法令担保保证或契约需要于未来年度编列预算补助或可能造成未来会计年度支出事项方面，那是否有承付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短期借款契约的连带保证人，责任金额是9亿6千万元。那自将年来本市审核资产负债所提审核意见灾其要者列数如次：第一，截至104年底，基隆市一年以上公共债务未偿余额比率已略有改善，为一年以上公共债务未偿余额比率仍然已经达到了公共债务法第五条锁定债限的90%，而且长短期债务未偿还余额实际数也高达了97亿9千余万元。另外像专户及基金调借的资金额度也已经达到10亿余元，显示相关财务管理仍待改善，与应落实执行债务改善计划以强化财政体质。第二，被占用及闲置房地清理成果尚具成效，为截至104年底，被占用是有不动产仍待清理者，尚有土地670笔，面积30000余平方公尺，房屋15栋，面积677平方公尺，为数仍具，仍应加强财产列管检查作业以及闲置空间之规划运用，以严谨财产管理作业。四、营业基金决算之审核。本年度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营业部分，计列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一个单位，其营业收支经本市审核结果审定收入3亿8千余万元，总支出5亿余元，收支相抵存损为1亿2千余万元，较预算减损7786万余元。那主要系燃料支出较预计减少，以及政府补助收入较预计增加所致。那营运计划主要有3项，实施结果因为受到市区交通因素影响及实际载客量减少等，以至于均未达预计目标。那自将本市审核营业基金所提审核意见灾其要者列数如次：第一，营运收入不足以支应营业成本及费用，而且虽然已经减少了人员的禁用，并采维修及行政人员出缺不补等等的措施，但是并没有因为减少人员禁用而减轻用人费用负担，在人力配置还是有待研谋改善。第二，政府年年补助营运收入，但是经营绩效仍然未能提升，营运亏损已超过1亿元以上，且需举借债务经营，短期借款截至104年底已达8亿余元，加重财务负担，与拟积极研议营运改善方案并落实执行。五、非营业特种基金决算之审核。本年度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非营业部分，计列附属单位决算7个单位，审核结果中计修正增列收入551万余元，审定收入66亿9千余万元，总支出有65亿4千余万元，剩余1亿4千余万元，与预算短处相距3亿8千余万元。那自将本市审核非营业特种基金所提审核意见灾其要者列数如次：第一，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本年度办理社福优待卡乘车补助款5662万余元，经审核结果需再加强社福优待卡的乘车补助以及发退卡管控作业。那第二，身心障碍者就业基金本年度办理
身心障碍者就业辅导，经审核结果，需要确实掌握具劳动力身障者之障碍等级、年龄层等就业状况，以增进辅导身障者就业服务之执行成效。第三，地方教育发展基金截至2004年底止，构建固定资产预算保留数已达4亿9000余万元，其中教育处列管5000万元以上之重大公共建设计划有7案，执行数1亿5000余万元，执行率只有31.60%，允应再加强计划考管制考核及执行，以提升执行成效。第四，环境保护基金本年度的污染防治费收入较预算有增加3000余万元，但是辖内电力业污染排放量剧增，空气污染物浓度未稳定下降，均待加强监督管制并辅导改善防治设施。六，决算审核综合成果，本年度基隆市各机关财务收支经本市审核结果摘其要者综合分数如次。在合法性审计方面，税处部分通知缴库者有302万余元，通知税捐稽征机关查明补征税款有210万余元。在采购案件部分，通知各该机关查明并依法或依约处理收回扣罚款减账者有681万余元，稽查发现财务上违失案件有5件，其中未为负责答复之案件经依法报请监察院核处者有1项，通知各机关查明处分并报请监察院备查者有4件，那处分违失人员有8人次。在效能性审计方面，依法提供基隆市政府作为决定下年度施政方针之财务上增进效能与减少不经济支出之建议意见有6项，考核各机关绩效结果认为有未尽职责或效能过低，经依法通知其上级机关长官并报告监察院者有1件。那依监督各机关预算执行结果提出审核意见于各该机关改进，则其重要列入本报告有关章节者总共有60项。最后报告结语，本年度基隆市总决算及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本市于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核报告，为配合贵议会对于审核报告之审议，之将报告重要者分案总预算执行之审核、施政计划实施之考核、政府资产负债之查核、营业基金决算之审核、非营业特种基金决算之审核、决算审核综合成果等项目提出综合扼要之报告，以增明了至详细审核情形，请参阅本市前送达之民国104年度基隆市总决算审核报告。以上敬请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指教。好，我们谢谢我们审计室周主任哈。那么，等一点半久啊，有休困5分钟，咱再开始来问了，好不好？好不好？哦，我们先休息5分钟哈。
好，请各位同仁就坐。各位同仁，我们刚刚有听取我们审计室周主任的报告哈。那么我看审计室的报告，如果市政府能够照这样执行的话哦，如果能够改进哦，我想林市长的政府团队哦，一定会晋升到五星甚至于六星，施政满意度一定第一名。好，各位同仁，对于我们刚刚审计室的报告，各位同仁有什么？好，我们先请张耿辉张议员，再请林美玲议员。谢谢主席啊。首先啊，当然也是要感谢我们审计部啊、祝基荣啊、审计室周主任所带领的团队啊，在年度啊很精辟、啊、而且很认真的、很负责的啊，帮我们基隆市的整个财政啊，在严格的审核。我想啊，当然陈主报告中啊，我想几个问题啊，想就教育啊，我们的事务的相关单位。第一点呢、啊，在报告中啊，我们提到的，在经济发展这么重要的一个发展呢、啊，我们资本们呢、啊，既然保留数啊，高达了十亿多，啊，10亿4470多万。我想这几个单位是不管是哪几个单位，针对我们主计室啊，很精辟的跟我们建议。那我们市政府啊，也刚才陈如啊，我们主席所讲的，目前当然是四颗星啊。那从里面的整个检讨状况来讲的话，当然很多的缺失啊，我们不要以为自满。我简单来讲，很多你真的是还要好好的改进，不要钱放在那边。都没有办法去自用。那财政处来讲，这几个单位，我不晓得我们审计室那边有没有我们各单位累积的十亿多的未执行的，尤其这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费，一个工程经费。到底这十亿多啊，是哪几个单位？我们市政府啊，要彻底来检讨。那是不是啊？那个。我们这个单位各单位累积的是不是你们那边有资料啊？我们应该啊提出检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教育啊，那个有关我们那秘书长这边，你是幕僚单位，研考处啊，你也是一个考管的，在资料当中啊，我们重要的施政啊，年度的列管重要施政啊计划里面有111项，你们却完成只有33项。78项啊未完成，我不晓得啊，你们四颗星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啊，研考处啊，到底78项啊，你有没有好好管考管？年度呢，你们列管的重要一个项目，既然111项，只有33项完成，要提出报告。那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改进啊？那第三点啊，教育处啊，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在报告当中啊，你年度啊重要的5000万以上的5000万哦5000万呢5000万以上啊，总共有7个案件，你的达成率啊只有31%几，31.6%多啊。那充分的显示啊，我们啊处长在这方面考管你要加油哦。7件来对你的5000万以上啊，这对于我们教育的发展啊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在这个啊，那个审计室的给我们一个良心的一个建议，而且很善意的也负责任在审核。我希望啊，这三项还有我们当然警察局长，警察局长有没有在里面？重大的事故那个测试杆都放在那边，有70%闲置在那边啊，你在外面有听啊哦。你们也要检讨70%哦，10大事故啊，重要的70%放在那边闲置在那边，很重要。这个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的那个监视器啊，那个杆子啊，刚才从报告中人家也给我们点出来的。我希望啊，相关单位包括10亿元，我希望主席到时候是10亿多的是哪几个单位啊，要提出报告啊。哦，以上是本席的建议。好。
我们接下来请李美玲李议员。主席，师傅团队，还有我们最敬爱的我们的审计单位非常感谢刚才审计单位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那在这边我也一样要就教育我们市府相关的单位相关的主管。首先呢，就是也非常关心我们的财政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建设在产业发展的这一块从这个审计处知道说我们投入经济发展的这个经费预算预算经费是在减少当中，但是我们的人事费又却是在增长，而且我们的自筹呢又跟不上，我们的自筹款又跟不上这个成长。那根据这一块呢，我等一下就是想要请教一下我们既然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呢？从新市长上任以来我们的人事尤其是约聘雇的各个机关的约聘雇说是要来减少，但是呢却一味的增加。听说啊，增加最多的就是我们环保单位环保局，而且呢，这个约聘雇一过去啊，都非常大胆的告诉这个他们的单位，他被塞进去的地方，他就跟他科室就讲，他说我是暂时到你们这边来的，3个月以后我就要出去了，不是走了，是他要升官了，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假的。而且呢，每次去就当人家的班长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主管小主管，然后呢还会大胆的讲说表示他背后有这个有靠山呐。所以等一下那个环保局长要跟我们讲，你从你当环保局长你新进来的这约聘雇人员到底有多少，然后呢他们平均呢待在你环保局是多久，然后呢他们转任到哪几个单位去其实应该说清楚，否则的话你今天来就浪费我们的人事资源，好像你就是一个功成庙一样，然后再做分发这个是听了非常多人在讲。那我们产业的这一块呢，为什么我们会招商不利，或者这个发展上面是受限于什么？我们产发处也要告诉我们，是市场没给你钱去做这个招商，还是说这个产业方面的发展？那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们呢在这一块呢执行的这么的薄弱也必须要告诉我们。那另外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污水处理厂已经开始了，我们还一直以为它是正常在运作当中可是没想到呢，它居然是一直都没有拿到我们的执照，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么多人去，那我们的这个消防局要跟我们报告一下，这是发生什么回事啊？你怎么可以让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没有使用执照的，你消防还有疑虑的，你居然能够让各界入园去参观，这个还包括小孩子，包括一些学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呢，我们也必须要来跟我们大家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当然的，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有讲到，就是我们环保资源回收的这一块，我们相信我们资源回收的这一块呢，我们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我们不断的去收人家的垃圾，所以我们的垃圾量增加了。那这一点是不是有去通报，还是说相关的我们有去报备？那还有资源回收的这一块，我们知道慈济也做得非常的好。那慈济的这一块是不是有确实落实去登录？否则的话，资源回收说实在，我们家家户户的资源回收几乎都是我认识的这个邻居啊左右啊，绝大部分我可以说是70%以上的回收物是交由慈济来处理的，所以当然我们自己处理就比较少了但是我不知道是这一块呢，我们的环保局有没有去报备登录，或者是确实的去查，但是呢，所以呢，会造成我们的垃圾回收居然是不利的这一点我觉得我必须要替基层的这个我们清洁队员讲句话。为什么我们清洁队员是全国找不到的，他是比人家多一次，每天多一次做那个垃圾的这个载运，这全国没有的那我们做得这么好，但是资源的回收率为什么不彰呢？这个恐怕环保局长必须要给我们说明。那最重要的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近年来
这个卫生局啊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我们近年来我们的空气品质污染哦非常的严重，我们的肺病的相关的疾病，相关肺腺癌、肺结核、这个肺癌，我们听说了是在急剧的增加。那环保局呢在这一块空气品质污染的这一块也没有提醒大家，甚至有时候我们下的是污泥的雨，甚至呢我们半夜看到的闻到的臭味，大家来打电话来通报的时候都来不及了哦。那这些呢环保局啊还有这个卫生局其实应该要给一个数据，我们近几年来我们的相关的疾病，因为空污造成相关的疾病哦，慢性病也好癌症也好，是不是有增加的趋势？好，那年龄层又怎么样？这一点的话等一下我们的卫生局必须要跟我们讲，那还环保局也是一样。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据哦，刚才那个我们的这个审计师也有提到哦，我们的这个104年为了要调节电力，所以急剧的增加我们的发电量，所以呢在104年的时候它的这个碳排放量啊相较于过去就增加7成。103年呢我们的硫氧化物是排放的话是这个9244公吨，到104年呢是15038吨。那个一个氮氧化物呢是原来是3863，现在变成7623，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哦，对我们这个肺脏啊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呢我们居然只是拿到协和发电厂一点点的这个回馈金，然后伤害了我们真的是用生命身体的这个生命啊健康身体换来了，而且这换来的不是只是周遭的这些，是全整个基隆市都受到灾殃。然后呢我们还非常高兴，还给拿得很快爽快，但是呢我们是拿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去换来的这些钱，值得吗？然后呢更听说未来这个隔壁啊这个瑞芳那边的这个深澳发电厂又要盖，而且它不仅不是这个油发电哦，它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煤发电，而且它的量又要更大。想想看我们前后夹击的情况之下，基隆市啊未来啊那个死亡率一定会急速的增加。如果没有死亡黑头拍名啊可以拖塞人啊，那你就知道对对更可怕。那个一家啊就因为这样子啊，这全家啊真的这个经济啊整个都会被拖垮。所以这一点呢、啊、环保局一定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知道说107年碳排放量的标准是4725公吨哦，每一年哦，包括这个硫氧化物的，有办法减少吗？当你的这个深澳发电厂在盖起来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嘛。所以这一点呢等一下市政府相关单位一定要告诉我们，市长不来哦，你主秘都爱讲那个深澳发电厂怎么办呢？未来我们怎么办呢？这个发电的话，这个我们知道吗？我们有了解它的整个的状况吗？所以这一点呢，也请相关单位的能够来告诉我们，来保障基隆人的健康哦，还包括这个生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也感谢我们审计单位哦，给我们做这么详实的这个报告跟那个。资料哦，那我们非常感谢。那等一下请那个我们的相关单位给我们核实的报告，谢谢。好，还有没有各位同仁？好，那是不是？好，我们请郑林金良郑林议员。谢谢主席哦。那我想在这边谢谢我们审计室这边哦，对这一本里面哦，真的是。里面的审核简报里面我们觉得非常钦佩哈，将各单位各局室所有的缺点都已经一一点出来，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各局处应该依照我们审计室最起码的一些这个提出的要点呢，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去把自己的工作岗位做好。那在这边我想我因为看到这个我们警察局这边第9页
固定式的闯红灯测试自动照相机，那么我想一共有59杆，但是59杆里面本年度仅有5杆是照相举发记录，其余的29杆均无照片。我想这些照相举发记录的这些杆，这些电这个举发照相杆竟然都是瞎子啊，竟然都是瞎子，都没有作用。那么我们每一年编的预算，我想在这边虽然警察局不坐在这边，我相信你也听到，竟然都是摸瞎子的一个照相举发记录器。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是欺骗市民，也欺骗我们议会同仁。那么每一年所编的预算都均有，而且维修的部分也都有，为什么仅有5杆能够举发记录？我想审计室这边真的是非常用心，甚至于每个电线杆这个举发的那个自动照相设备，某个地方某个部分什么年度有几杆的一个记录，我想非常钦佩你们的工作成效哦。那么我们也希望警察局这边把这些这个自动测试照相机哦，能够好好的去检讨一下，尤其十大照这个肇事路段的部分，那么只有4处，其余有这3年都没有这个资料。那么我想这个真的是要好好去检讨一下，那么能够减少这个行车事故的发生。我想在这边警察局你应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状况。那么再来就是那个财政处这边哦，我们也看到财政处这边一共有因为有我刚刚是看到有一些房子哦，闲置被占用，还有闲置房地的一个清理成效哦。那我想这一点哦，因为我们目前我们今年度所收到的只有6栋，那么被占用的不动产清理尚有670笔哦。我想这个是非常让我们应该如何去整理的哈，如何去运用的？我们希望说，我们财政处这边，我们要征收我们的这个财源，我们希望这一点哦，闲置房地的清理成果，我们希望能够好好去整理一下。那么还有我们社会处身心障碍者这一点哦，就是第15页身心障碍者就业基金。我想许多的身心障碍者经常。对我们议员们同仁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工作，虽然我们是用这个公益彩券这边的来处理哦，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社会处这边基金用途哦，我们希望能够对身心障碍者哦，应该多一点关爱，因为身心障碍者到外面去求职的时候经常碰壁的原因就是说，一看到身心障碍者，他们并不见得就是说有爱心说啊，你是身心障碍者，我给你一个工作。他们看到身心障碍者的残障手册，反而有的根本就是不让他们再去有工作机会。那么当然他们所做的工作，或许他们的一个身心障碍有工作这个残缺的这种没有工作那种工作一个能力哦，但是我们希望社会处这边能够多多的去关怀他们，能够让我们有这些公益彩券，让他们有好好的去发挥他们这个工作的一个这个金额的赚钱。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也不见得才不会说到处向人家伸手借钱呐、吃饭呐、没钱呐，到处向社会处各方面去祈求。我想这样这种个案相当多哦，我希望社会处这边能够多多了解一下。所以我想这一本的一个审核报告，我希望各单位，尤其我们环保局也是哈，各单位能够好好的去看看里面的资料，然后去了解一下。假如说不知道的，也是可以去问一下我们主任，还有这些审计室的人员，到底原因是在哪里，按如何去把这些事情来解决。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关键。好，所以在这边提出建议，谢谢。好，有没有其他同仁？那么没有，我们等一下，我们先请
那请警察局黄局长进来，然后再请环保局局长，还有环保局赖局长，消防局不用了，消防局下面我们等一下问公务处说他们盖的为什么没有请领知道是什么原因哦，我在这边啊，你那现在是大型开不要紧吼，好，我们结算科同仁们申请。好，我们是不是先请主计处张处长，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我们刚刚张耿威张议员讲，那么104年度，那么资本门经济发展支出，那么呈现还剩下10几亿，那么占总趴趴资本门的结算保留数12亿多，占80%几，那是哪几个单位的保留数比较多？因为经济资本门的经济发展支出，我是对于我们基隆市，那么这一个建设的发展，还有就业率的发展，那么都关系到很多哦。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呈现这么多10几亿的保留款保留数这么多哦？你是不是姓张处长？你要不要说明一下？好，谢谢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大家好哦。那仅就刚张议员所提的我们资本支出保留部分过去这一部分做一个说明如下哈。那今年我们的104，就是104的资本支出保留部分过去的原因，事实上以整个陈如刚审计室有一个查核报告，他在那查核报告里面有一个甲 dash 五页里面就有一个排名的部分，那最主要还是以市政府为最居多，那第二名的部分就是那个消防局，再来是文化局，再环保局，最主要是这几个单位。那事实上以陈如刚刚审计师报告的部分，经济发展支出的部分最主要是资本门的为主，那资本门部分现阶段的话还是以市府单位为最主要大宗，就是公务处的部分。那在整个一个审核过程当中，我们整个一个市府在执行的部分，有时候是因为当时的前期规划的部分，可能规划设计的部分的话就有点执行期程落后了，所以造成要保留。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答复审计师说，我们有督促，就是说各个业务单位的部分一定要加快执行，在年度中间哈，就执行过程中，我们也会针对保留预算请各个业管单位积极去清理哦，然后尽量避免保留预算。以上报告。好，没关系，等一下，等他们其他各单位报完之后再是。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环保局赖局长，你针对我们刚刚我们李美玲李议员所说的这些，难道真的有人说要去当3个月，然后就可以跳槽了？哎，主席还有各位预座哈，大家早安。那我想环保局的人事哈，在我上任之后，我想我都趋近一个稳定的。那尤其是我本人从基层，从稽查员，然后科长、副局长这样一路担上来，所以对于整个的人事的一个掌握，我想应该有100%的掌握，并不会发生所谓的有人说3个月就要去哪里。我想我们从来没有说这样的一个调动，所以在这边做一个澄清。我想每一个人进来都有他的一个职缺和他的一个工作，都必须要依照他的一个工作来执行啊，这是第一点的一个说明。那第二点是感谢吕议员也特别有提醒到，在资源回收的计算方面啊，那基隆市环保局国是陈如真的有向议员所指出来的，我们有一些的一个资源回收的一个量并没有计算在里面，所以我们有特别好有责令了我们的同仁，未来针对每年的一个资源回收量，要把我们的除了四大体系之外，也要把学校和一些民间团体协助我们执行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量来计算，来增加本市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回收率。那第三点，有关于空气品质的一个部分，我可能要跟大会做一个报告。基隆市的一个空气品质算在北部，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空气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地方。
我们不管是在有氧化物、氮氧化物，或甚至在 PM2.5 的一个部分，应该都算是在北部算比较较好的一个地区。那我想北部的空气品质一般都比中南部更好，所以我想在基隆市的一个空气品质的部分，我想应该在这我们同仁这几年的一个努力之下，其实在 PM2.5 的部分我们也有做一个控制。我提一个例子，我们在去年104年，我们是18.2的微克，距离我们的一个国家的标准15其实快要蛮接近的。我们希望在未来更多的努力之下，能够让我们的 PM2.5 能够降到15微克。那第四点，有关于协和电厂的部分，我们要分两个部分来做说明。那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有针对电力业的加盐排放标准，那我们有去计算，以前是用浓度，就是浓度排放的浓度，它只要符合国家的排放标准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但是我们现在是要求它是排总量，就是一年的总量。所以协和电厂在106年的12月31号，它应该要1号、2号机都要停，停止运作，就是它没有办法4部的一个机组一个大量的一个运作就可以达到，因为受总量的一个管制。所以在这边跟大会报告是106年的12月31号，协和电厂预计1号、2号机会进行一个汰换的一个动作。那第二点是说明我们整个针对于协和电厂的污染的一个排放量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是有要求他们要使用比较低含硫分的一个燃料。那我在这边跟大会做一个说明，因为它是属于一个烧重油的，那重油现在它目前大概是使用在 0.5% 以下含硫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重油。我们希望能够利用行政的管制的一个手段，希望让协和电厂使用比较低含硫分的一个燃料。那我想只要它的原料它的燃料是属于低硫的，相对的它排放出来的一个硫的浓度也会跟着降低。我想这个是一个从源头做改善的一个方式，所以以上四点做简要的一个说明。好，我们谢谢赖局长。那是不是接下来请公务处你说明一下，我们刚刚李院长事实上我们和平岛污水处理厂都还没有拿到使用执照，那么你还开放 给一些人去参观，那这是什么原因？现在拿到了没有？苏主席还有各位议座好，大家好。回答那个吕敏玲议员的那个垂询的问题，有关于和平岛污水处理厂，当初在盖的时候，大概营建署有一个解释哈，就是纯工人员代操作，大概可以不用请照。问题是我们盖的过程中，大概有规划了一些办公空间，所以办公空间的部分，比如说这个部分可能就适用那个建筑相关法规的规定，就是要请照。然后我们也在100年8月大概就开始补照，所以100年8月大概建造就取得，只是说后面就涉及到有一些消防法规的部分，所以后面是消防法规要消防设备要改善之后，我们才能够取得使用执照。然后在去年我们也编了一笔700万的那个消防设备改善，那目前也在试作中，我们是预计年底大概整个会消防设备改善完成，然后后续我们就会顺利来取得使用执照。以上说明。要到今年年底哦。那上次台风不是打坏掉，说要还要再花1-2亿吗？来修缮吗？堤防啊。那个有关于那个北侧海堤的部分，大概就是总经费需求需要3亿，然后之前大概工程会的委员有特别来我们基隆市这边做一个审查，那目前的进度就是报工程会审定之后，大概看补助的经费多少，我们后续会赶快来把那个北侧海堤的部分做修复。好，接下来我们请教育处，教育部陈处长，你们管列管的公共工程还有一点我想要你也一并说明。那么就是说审计室这边有说国民中小学学生的辍学学生的率的学历常年都高于全国的平均值，那这是什么原因？等一下你也一并顺便说明。好，感谢苏主席还有各位议座哈。那尤其是刚刚那个张同仁、张议座，第一个先垂询的部分，就是对于我们那个
重大工程，那有七案，那我们的执行率总共只执行了31.6% 这个事情哈，这实在是一波好几折啦。这七个案子里面有两案是当初以前的教育部长蒋伟玲蒋部长来本市来现场会勘的时候，同意给我们经费补助，可是后来蒋伟玲蒋部长人事更替之后，那我们再去要这笔钱的时候就要不到了，因为事实上其实在他们高级中等那个学校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法律可以让我们可以新建这样的校舍，他们有多顶多就是用老旧校舍的一个更替的一个整建计划的预算而已，但是在高中只对新建的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所以当为什么去年我带了几位校长去回我们部要去要这笔款项的时候，那时候次长林腾甲林次长其实当然很想帮忙，但是找不到法令的。所以为什么暖中的这个重建工程第三期跟八堵高中的这个新建校舍第二期的都没有了，就是没有预算。那可是暖中他又因为活动空间不足，所以我们也很努力想要在我们地方教育发展基金去允诺这一笔款，但是实在额度太高了，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那也是因为这样，我刚刚讲这两案是因为中央本来同意要给钱的，只是后来没有钱了，好，所以为什么这两案就马上受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中心，这个中心国小这个老旧校舍的整建工程，那这个案子本来是用拆除重建的一个补助项目，可是我们报出来之后，后来我们的主计单位这边也认为就是已经排挤到了所有的这个年度的预算，所以就不同意，就把我们这笔经费做删除。那这笔经费做删除，可是这个老旧校舍又需要去整建，所以后来也同意给我们改成是用补强的一个方式哈，那也核给我们69万。那我们这个案子其实在去年也执行完毕，可是因为当初列管它就是一直在列管的是重建的，就是一个重建的一个补助，所以这一个案子其实是因为删除了，好，然后又更改成另外一种用补强的方式，好，所以也受了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两个案子，尤其是那个明德国中的了就校舍这个案子，那这个案子是因为我们天后的影响，所以有三次流标，好，那这个案子也很顺利，就是在去年10月22号的时候也得标，也标出去了。那今年在4月25号已经开始也进场试做，好，所以有做了一些 delay。那至于暖暖高中的第二期的部分，它是属于公共艺术的一个案子。那因为公共艺术这个办法是在103年才正式颁颁，那我们学校在这个新就是公共艺术这个法并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也跟文化局中间的一个磨合之后，那这个案子其实在去年的12月25号其实也已经都做好，然后已经揭牌启用，可是因为很多的尾款它是需要整个结案报告书都送到文化局审核后才可以付款，所以为什么它也没有办法达到80%、哦、所以这个案子也是有受的一些影响。那另外的还有一个案子就是那个国民运动中心这个案子，那也感谢玉作其实今年5月有去会刊了，好，这个案子我就不再另述。那这个案子其实在今年的八月12号已经办理复验了，那也给城商就是整个都修正的八月三十号要修正完毕。那我们是预计9月1号到10月30号是给这个 OT 厂商能够做室内的装修，好，那希望能够顺利是11月能够试营运，那12月就可以正式启用哈。那这仁爱国小的一个校舍整建工程这个案子，它因为它也是一个跨年度的计划执行，那这个案子没有办法达到这个80%，可是其实它可能是我们当初在定的那个付款的那个期程，其实定的是说实话我们真的不是这一块的专业，所以定的不是很好，但是其实我们的进度都有符合教育部它审定的进度啦。好，那这个案子其实也在今年27号的时候已经完工，已经竣工确认，那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复验的作业哈，所以我们的七个案子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现在也会很努力，很希望未来，尤其是105学年度、105年度、106年度以后，就是这种类似案件，尤其是不同意来访查，同意要给的案子，那最后因为人事更替就没有给钱的这些案子，我们以后可能都会更慎重，就是可能要确认再确认了，不然你立即编进去，编了规划设计之后，那后续都没有施工的费用，所以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困扰哈。那刚刚在苏主席在提到，就是我们中错率确实，是比在全国来讲，其实我们真的是排名前几名。那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辅导机制，也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追踪机制。可是我们就看到一个现象，就基隆市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讲贫穷线，在贫穷线以
以下的那个家庭数，其实我们比例是非常高，是比其他的县数县市还高。那我们的单亲，我们的弱势家庭也比其他的县市高。那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县市的一个，我刚刚在讲一个这样不利的一个因素，是比人家不利。好，所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辅导学校里面的辅导人员是比别的县市还不足。那教育部他也同意给我们去补足我们这些辅导的这个諮商人员，可是我们每次在甄选的时候都征不到人，甚至到六次的上网公告都还找不到人。那为什么？是因为别的县市，尤其我们双北跟我们邻近宜兰，他们其实他们寄出了非常多的优惠措施，那都是用市府的预算去补足，但是我们基隆实在没有这样的一个裁员，所以就会造成我们去年年底才合的好不容易去给了一个预算，说那是从我们地方教育发展基金那去找出一笔钱，是可以给他们有国民旅游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优惠，不然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个跟县市可以比的一个优惠措施。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的名额加出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愿意来基隆市担任？那就算来了，可能一年不到一年或者是两年就都跑掉了。所以这一块我们的辅导人数不足，那再加上我刚刚在讲的不利因素又比人家多，所以我们的中错率为什么比人家高？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今年五月在我们的那个就是委员会议里面，我们已经把整个办法修订。那其实我们会成立很多的类似像就是联络网，好，甚至是家长跟社区，可能都要共同来协助我们这个中错率这一块的一个提升。那整个法令、整个办法，其实在今年六月都经过事务会议都通过了。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本来我们都学年期间大概都有40几个，那现在目前大概是总共就剩6个，啊，就6个，就中辍学生剩6个，所以本来是最后一名，现在已经提升上来，已经是倒数了，大概第5名还第6名了，所以有逐年在改善了。那这一块我们会更努力，所以我们今年也额外在很谢谢去找了很多资源，比如说像向心桥，他们额外给我们200万，让我们去办很多社团，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很希望从预防，比如说从高关怀的孩子那一块就开始做起，开始从学校里面办非常多的社团，让他们体验，让他们喜欢来学校。那只要他们跟这个学习是能够挂钩之后，他们就很不容易去中辍。好，所以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配套措施。那我相信未来这一块会逐年改善。以上。好，我们谢谢陈组长。那接下来我们请警察局王局长，你针对我们同仁。真的有59杆里面大概只有17杆可以发挥作用吗？主席、各位议员、警察局报告啊，那感谢我们张耿辉议员还有郑林清良议员的关心啊。有关我们基隆市警察局我们所设置的固定式闯红灯以及测速的自动照相设备，那这个设备啊，到去年104年底。总共我们是设置了59支，那59支其中有25支是新的数位式的，那34支啊是旧的，是类比式的。那类比式就是要底片，好，那这个底片因为现在已经停产了，所以我们在去年104年哈就逐渐的把这个类比式的升级为数位式的。所以去年104年，我们也升级了11支，那今年105年再升级14支，明年106年我们再编预算升级11支，啊，所以没有底片的部分，我们再争取预算，逐年来改善这个问题，啊，那另外我们还有5部的移动式的，啊，就是可以随着预照式路段去做随机调整我们测速执法的一个地点啊，所以这个测试照相如果这样争取预算来执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预照式路段哈，现在也就这里是4个地方没有，但是这4个地方我们已经3个地方啊已经也设好了数位式的来做执法，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是用移动式的来做补强。所以这一部分跟各位议员报告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谢谢。好，那还有其他？好，等一下我一个一个来哈。没有发言的先了哈。
先请何淑平何议员，再请林明志林议员，再请林明王议员。哦，谢谢。现在本席是要跟这个我们市政府来建议哦。现在刚刚因为听到我们教育处长在讲一些处理闲置校舍的一些处理问题，那本席想要在这里建议一下哈，就是我们那个信义区深澳国小在2009年8月迁校完成之后一直放在那边，然后社会处也积极的在介入要争取这块地，可是本席要在这边建议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很多的被占用被闲置的这个空地哦，因为我们基隆市95%都是山坡地，确实要一块完整又可以符合这个市民朋友所运用的地实在是很少，所以说我在这里建议一下，就是说把我们深澳国小反正社会处这么久也都没有用，2009年到现在也大概6-7年了哈，也都没有去运用到，那附近深澳坑附近五里都没有一块空地可以让这个银发族跟青少年去的地方，所以说经过他们大部分的这个市民朋友，他们可能这一次黎明大会可能也会提出，就是说希望把深澳国小把它就是变成这个一个公园，你就是你都不要用它，那你就是把它拆掉，那因为它从民国1941年到现在也大概跨越一甲子的时间哈，它到功成身退的时候大概也是一甲子的时间把它功成身退，那附近的这个市民朋友都对它拥有深厚的感情，他希望就是说把它变成公园，你也不用任何很多的建设，只要是把它铲平公园，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去处。那以上是本席的建议，谢谢。好，宝贵意见哈。好，我们接下来请林明志林议员，再请南敏王议员。谢谢主席，我想顺便感谢一下那个我们审计师这么详实的一些资讯哈，让我们得以来做所谓问政的基础。那本席在这边有意见给社会处啦，因为在相关的简报上面有讲到我们公共中心目前的经营跟这个经营的管理方式有些状况在哈，因为如果照目前契约规定，目前当然我们知道公共中心是为了要减轻我们现在家长的经济负担跟预算哈，然后目前我们有两个公共中心，一个是这个西定，一个是看一下哈安乐，那每一个收容上限是15人啊，那我也知道社会处这边正在积极的筹办其他各区的这个工作中心的筹设，我们值得鼓励。但是依照目前我们审计师给我们的看法，我目前可能要提出一个建议的，以契约规定，目前可以收托这个特殊境遇跟弱势家庭的这个小孩子哈，大概至少下限是15%啦。那安乐有做到，那西定没做到，西定现在目前收到11%多，这样大概原则上要收容到7个人左右，然后西定只收了5个人，所以他跟你们契约是有违反规定的。那我们要讲一个重点是，基本上囡仔上来家其实拢是处的较无好过人啦，哦，那我们有本席在这边给社会处两个建议，就是说至少在短期间之内，还是要要求相关的托婴中心符合我们契约的收容下限，也就是说至少到7人啊，在西定这个部分。那长期来，我会建议你们把收托的上限提高，至少到20%或30%，因为身上经济能力比较好的，他们其他的管道跟方式可以照顾小朋友，但是在2岁以下小孩，有些比较经济比较弱势的，事实上真的非常需要这一块资源，所以我们请这个社会处来研议相关的改善的一个措施，这第一个部分。好，第二部分针对刚才那个警察局那个部分讲的所谓的数位式跟类比式的这处照相相关的设施的规定，本席的认知是这样子的，哦，这个设置测速照相只是手段，目的在干什么？减少车祸的发生，肇事的发生啊。所以有底片无底片，无底片起码反正相机的底片没供应，这是事实啦。那也依照骑乘竞速改善，这也是对。但另外再提供大家一个概念，我记得大家如果从东岸那个交流道下来，
就从那个匝道下来要往市区走，那边有一个闪爆灯，我想大家都有看到，五十二公闪爆灯，闪爆灯在很多路口设置都很好的效果，哦，它的设置的成本非常低，非常经济，但是它可以警示用路人，这边是第一个是危险路段，啊，讲个比较心态上、心理上比较容易调整的效果是，一会让他误以为有警察通常在那边啊，那会达到很好的警示效果。那这也提供警察局做参考，在重要的容易肇事路段，当然测速照相是一个方案，那闪爆灯是不是可以提供你们辅佐的方案？然后我再强调哈，那个取缔超速或闯红灯只是手段，目的是让肇事率减低，好，这个提供给警察局做参考。好，以上。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等一下，我先说明一下，我们刚刚同仁讲到警察局这些什么测速照相的这些没有底片的哦，那么请媒体要拜托莫买，那买了到底啊，临港大家都啊，这都无底片啊，砰砰叫一直去啊啦。警察局你也不能发布说哪几根哪里的路段没有底片哦，无你后边大家拢不爱相信你，这哦，迄支无，都路透王知影，闹鬼了了哩。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南明王南议员。好，谢谢主席。我想针对啊2014年度的总决算报告，我提出几点建议啊，请市政府要加强来改进哦。我列举的六点啊，这六点啊都是市政府长期以来的重大缺失。那我发现啊，2014年度的报告里面，在林市长100%主政的一年当中，这些问题并没有获得改善啊。所以我希望各单位啊要加强的来改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财政状况并没有获得改善。那根据最新2014年度的报告，我们一年以上的债务啊，高达88.2850万，一年以下的债务啊有16亿，这两个相加，我们的债务总额就有97亿了。我们还有像特定的专户跟基金借款11亿多。过去一年啊，市政府向特定专户跟基金借款啊暴增，那这两笔债务加起来啊，高达109亿。也就是说，换党执政了，我们的财政缺口并没有获得有效的改善。这一点我希望财政处要加强的来拟定财务的政策，哦，尽快的啊把我们的财政缺口给弥平，我们才能够啊增加基隆市啊的竞争力。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自由裁员的比率啊，2014年没有提高，反而降低啦，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过去我们不要讲太久，2003年我们自由裁员啊的比例啊还占了33.41%，2014年过去的一年我们降到了28.5%，这是严重的退步。过去我们一直在要求要增加自由裁员，那去年为什么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我想市政府你要好好去检讨跟改进。那第三个就是经济发展支出啊，一样2014年你没有扩大经济发展支出，反而减少了。2003年的时候，100年以来都平均维持在38亿多，去年啊降到了23亿，这个差额很大。经济发展支出攸关整个基隆市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就业率。那2014年啊，我们在经济发展这一块的经费的分配啊，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这个是严重的影响基隆市的经济发展，我要提醒市政府明年啊要好好的去改善。第四点，人事费很奇怪，2014年的人事费啊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个等一下请相关单位说明一下。从审计报告里面的资料我发现啊，这个2014年度的人事费是90亿2000多万，
相较于100年到103年平均的87,000多万，我们的人事费为什么会增加？这个数据我是看里面提出来，就等一下等市政府报告。那这个90亿啊，它的严重性是什么？它占了我们税出决算50%以上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基隆市政府104年人事费啊，就占了总预算的50%多啦。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警讯。过去一整年来，我们看到市政府提出很多精简的计划，为什么人事费啊不减反增？等一下请相关单位说明哦。那第五点就是执行力差的部分了。那这点呢、我们可以从地方教育发展基金啊来构建固定资产的部分就可以看出了。104年啊，我们地方教育发展基金啊给你们去购置固定资产编了9亿多，结果啦，年底你们决算的时候啊只花了3亿多，保留数高达4.9亿啊，执行率只有35%，这是很严重的警讯哦。教育地方发展基金呢，教育是最重要的呢，为什么你们在这一块的执行率如此之差？是历年来最差的一年，里面写得很清楚啊，大家好好看一下。再来，税出资本们的保留数啊也偏高，高达10.4亿多万，这个数字啊大家可能感受不到它的严重性。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一整年度啊应付的保留数只能最高只能达12.9亿多万啊，我们竟然税出保留到了10亿多，这个占整体的比例是80%多啊，可见我们的执行率之差。104年度啊，你们的执行率有多差，从这两个数据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执行率也是往年的缺失啊，但是我没想到说过去的104年更差，请大家要好好检讨。那第六点建议就是公车处啦。那么公车处啊，104年决算报告里面啊，我发现这个亏损越来越严重哦。104年度的总收入3.8亿多万，总支出5.5亿多万，104年度啊我们亏损了1.2亿多万。再告诉大家一个数据，累计基隆公车处已经亏损了12.2亿多万，这应该是破产的企业啦。再不去调整不去改变，就是基隆市啊最大的财政负担。这些问题不解决，基隆市啊满意度不会高，林市长啊很难成为啊5星级的市长。我们都希望协助市政府啊好好的改变，让基隆啊能够超越，麦克超越台北啦，宜兰花莲你总要超越他吧，花莲资源比我们少，花莲都做得比我们好，对不对？我们也希望林市长好好的领导，让基隆市彻底的改变。那这些大问题都是常年以来的问题，没有改变。那今年的报告一样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过去一整年市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那我期勉大家要再接再厉，群策群力，好好的针对这6大问题进行实质的改善，才有助于提升基隆的竞争力。以上建议，谢谢。好，我意见。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张耿辉张议员，再请李美玲李议员。谢谢主席啊，张耿辉发言。我想啊，据刚才我们主计处啊，我们张处长给我们报告的、有关于我们整个工程整个累积的、经济支出累积10亿多啊，当然、市政府是占大宗，完以后是消防局、文化局。但在这几个单位，尤其消防局是关于我们这个人民生命财产的一个问题啊，到底它是哪几项？我是讲研考处，我也看不到，你们要主动报告。刚才本席应该也讲得很清楚，有111项啊，重大工程啊列管，结果达成率啊
你才有，还有几项啊？刚才我，啊，才有33项，这些你应该，不管是主计处也好，你那边应该也有考管，应该有资料让我们本会的同仁知道，到底消防局，你说第二名是消防局，第三名是文化局，是哪几项？文化局也要报告啊，消防局也要报告啊，不然就开什么会啊？开会那么简单啊？议会就开会那么简单啊？现在我们议会是网络的第一名呢，透明化的，全台湾省都在看呢，就这样扑通扑通的。那个研考处，尤其公务处，你有没有报告啊？你们工程是大宗的呢，整个111项只有33项，其他都未执行呢，什么原因？至少把那个重大的项目都列出来嘛，提供给我们本会知道嘛，都是本会其他同仁不需要，本席还需要看一看啊。我们像那个那些未执行的有没有去考虑啊？执行不效的考绩该怎么打？你们就看着嘛，不行的话能力不够就换掉嘛。我相信本会的同仁都是希望市政府好更好，也不是在责怪，只是说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啊。所以像那个我们长花处，我本身是休闲农业，我真的是感慨很深啊。要什么计划，要什么经费，没有，每次变那个经费呼通呼通的，刚才跟那里升办公会啊，结果你们那个执行力啊放在那边几十亿在那边，对，57亿放在那边，哎呀，张处长，你是非常认真的，我也看得出来。下骹袂使都用掉啊，换掉，不要站在位置。我们一言不好，下一届就没有了呢。留在这边都是优秀的，至少说不管是出任也好，连任也好，你们呢，给你们的一些放在那边经费都不会使用。那个教育处长，当然虽然说你刚才有报告，你也很积极的，你上任以后，本席也知道你都有在争取那个项目啊。我是建议我们主计处、研考处啊，你尤其要好好的考管。研考处是考管啊，就像我们金钟一样，每年年度的考绩奖金做不好就乙等了嘛，能力不行就换来啊，换下来吧。还有执行的，你看刚才我们审计室啊，很清楚的点到我们，也写得很清楚。当时你在编任何计划、进行任何工程，你要去研究它的执行度、困难度，你才编啊。那你这个执行困难，你要写清楚啊，到底是什么原因？也没有看到你们啊，秘书长也应该列个表吧。我问那宅都拿88项啊，是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啊。怎么去督促？所以这些我们就显见，我们在开会的话，你们都很轻松，互动互动的。我们不希望这样子啊。所以说，刚才那个我主席啊，那个消防局是倒进哪些，你也不知道啊。那第二名啊，文化局是什么项目，我们也不知道啊。就这样念一念。所以说，下午那个我们把那个主席处看看，我们是哪各单位10亿多是哪几个单位啊？他是哪几项？至少我们知道，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收集？我们不知道，我们请那个周主任辛苦一点，到底应该有的，对不对？好不好？谢谢。美女，我们12:05下午再说好不好？哦，好，我们中午休息，下午继续哈。哦